无论系讲同食物，并去冷冻，并被走，无就系客家食材文化当中，渐渐看到为卤咸淡，将希望讲食物做在冰下久的话，特别土台北希望工厂，就一场国盛加工强脆应用的吹工法通，所以讲现场有卖冻到的东西以外，还有 DIY 切家来做泡菜的法通。农粮署讲，现在亚夏技术进来渐渐普及。食物唔但抢，应用做得行卡多年，咪行卡做得延续加出。同泡菜特别悠久，隔年冷冻青菜强下起草，将同盘强下胶皮圆，帮叶挑腐皮，一撮结合台叶凤尾解掉的都出做得。都农初工廿几年天天加工技术嘅进步，大部分冷冻、砍熟，还有卤咸摊的技术，同青菜嘅应用保留落来，又方便掉的。特产菜起价，要提供本消费者加一个选择。不过蔬菜当然鲜食是一个很好的用途，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些蔬菜能够做一个长期的一个保存，所以在缺菜的时候，说大，像这阵子，台风过后菜价比较高，那也可以提供我们消费者多一个选择。加工不是想要害别人哈，加工业者还是想赚钱，所以要赚钱要跟消费者沟通。事实上，冷冻它是锁住几乎叶菜类全部的营养的最好方式。今天上来的，事实上比原来的菜更好吃，而且更容易去做推广。无论系泡菜，也是西藏过后嘅咸菜干，一条直接出现到客家料理度嘅食材，其实拢系睇菜做出来嘅。台北抗疫背后嘅营销，消费保存嘅时间，发展出卤咸汤文化，从旧进来，也咪系客家食材文化里度，当中代表性嘅一部分。好多年就较少做啊，你客家你咯，可能人家较勤俭嘛，以前咧农人家就。真是一聪明啦，就讲用盐卤起来，同时又唔会坏的，又做来保存。外面因为外客外咩客家人啊，好多人家都客家种，外家过去外家官就第一做一种产业的呀，所以外就沿路一直跟做点来下来。减少劳动工嘅机会，加上现代冷电同加工技术，食材有行卡多年嘅经验，民众料理行卡利片，未有行卡丰富嘅食材，客家生活使用最重要品，台北木头。